你的手臂屬於我，我會將佢練成結實。你叫我咁做得唔得？我 can but not that shui. 咁即係唔得啦！如果敵人你哋嘅身體只係三寸，你點對付佢？抱住又匿埋，依個用拳打中佢。而家開始。 你拳头唔应该怕木头，系木头应该怕你。你之所以打唔穿木头，系因为你喐手之前已经认输。哼！